她是个女汉子。啊，女汉子、啊，还没进屋就说我说你个女，你是个女汉子。你喜不喜欢这种类型或者说这种性格的？我这样挺好，这样挺好。他不是像那娇来娇气。嗯嗯，对对对。后面想怎么走？还继续卖这个化肥呀、啊？还是说，咱俩怎么继续去呢？这个化肥我是暂时还得卖，因为刚、嗯、刚那个刚才起步，哎，刚起步是后头才能越来越好。嗯、对，感觉人都挺好。啊、嗯、啊，嗯，人挺好。挺实在的，说话也挺实在的。嗯嗯，这感觉、嗯、还有下半句呢，怎么感觉差在哪儿啊？想问一下他那个，就比如说我们种不动地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什么保障呢？那种不动地，这个地不还可以包出去吗？包出去钱很少的。啊，他有没有什么保障呢？是这样，爷，叔可能刚才话到嘴边没说出来，嗯、但是上午跟我说了、嗯，就是这些年也有积蓄。嗯，那谢谢。今天相亲女嘉宾叫关艳华，61岁，上偶县居住地辽源市安树镇，年收入30000元左右，农村三间房，两个儿子均已成家。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。是2台半、3台半车都是我自己的啊，这车趟地拉的拉苞米都我自己开。嗯，那这是市区的首幅啊，市区的首幅这叫、嗯、对，嗯，这车你都会开。能开能开，真的。你到时候种地的时候都自己扔啊？嗯，那趟着我自己种。种今天种的时候，儿子他们来帮种了，完了我外甥帮我种点啊，趟是我自己趟的。多少地啊？有13亩地，嗯，就一晌3亩地。嗯嗯，都是自己整，也没包出去。没包，嗯，打药啥的都自己。真能干。种的还有哪个？这面包车也是我的。这面包车啥用啊？嗯，现在我做点化肥生意，然后那个往下送化肥了，有的时候还能出租干点活。是吗？还能拉点活啥的？嗯呐，能拉点活。面包车也会开，嗯，这车也会开，嗯，还有个电动车，电动车吧，搁家附近了就用电动车，要么现在油太贵了嘛，走跑远道的时候就开面包车，完了近的时候就搁开这个电动车。啊，就是周围啥的。嗯。你看你挺强人呢。哎，就是不行不行，岁数大了，干几年也就不能干了。现在暂时反正，身体还行，能干了就先干着吧。嗯，那10只母鸡，还有3只小鹅。鹅呢？小鹅我好像是跑那院去了吧？它来回跑，那儿呢，3个小鹅在那儿呢。那儿的。嗯。还养点别的啥的吗？再没有，就这就鸡和鹅的。像我头两天自己整的苞米篓子，这丫头是自己搁这边垫的，都拉对齐了。去年的时候压趴铺了，然后呢里边都铺好了，铺好了，自己整了，慢慢整，不用也不着急的，一点点整，整完了，现在苞米收回来就可以进苞米篓子了。你这男人能干的活，女人能干的活，你都能干哈、啊？可是这样吧，就是一辈子就这样，张了命。这个是我采了这几筐都是核桃，嗯，你们看着过这个东西吗？哎呦我天，采这么多！这是三核桃，哦，嗯，1、2、3、4、5，5大筐呢，5的还给爷爷一袋呢。这种核桃吧，它那个营养价值很高的，它养脑补脑。啊、哦、啊、嗯！撒开之后不是就咱平常搁街里买那种？那一种是家核桃，这是山上就野生的。哦、山顶、哦、不是这5大筐全你自己去摘的？嗯呐，我自己去镇上山顶捡的。啊、嗯，你咋能拎了这么老多呀？那狗电动车呀，捡那个一筐就是倒车里头，或者是搁丝袋子装车里头，我去好几趟呢。哎呀，这太沉了，这太沉了，这。真能干呢，爷不闹，就是你看我不打麻将，嗯，也不玩，也不喝酒，也不说抽烟的、嗯、完了也不上那个邻居家串门啥的、嗯、没啥事的时候自己就是家里有活干点活，或者是山里头有啥菜啦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去采去。你给我看看后面大园。好的，就从苞米地往这边都是我的。啊、嗯、啊、嗯、就这一片白啊，对，嗯，白菜地都是我的。 嗯, 嗯，然后呢这个果树呢都结果了，还有李子树、樱桃树，啥都不缺。嗯嗯，这白菜，白菜，白菜，这是白菜。你看那白菜芯都上来了，今天白菜我家白菜真不错呢，有的很多地方都烂了。你这又种地又种园子，完了又开车，你能干过来吗？还可以吧。自己干这些活就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哎呀干不动啊，力不从心的啥的？还没有。没有，有干劲儿，是不？那挺有干劲儿的。嗯，那你要是，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拿不动的时候，嗯，哪怕他力气小点，我们俩抬着，我能跟他俩抬着也能拿动啊。
他是一个人我就崩不了了。我一看你就是那种干啥贼麻利那种人。也不算麻利，我就是要是干细致活吧哈，就是手不是那么快，但是我就是愿意干那种就是搁外边跑跑颠颠的，就男人性格。爱旅游啊，爷。这我从来都不旅游，这就是我们公司那个就是这不销售够那个够数了，领着我们去旅游的，就是哎呀，我生活吧，比较那个简朴一点吧，就是挣的也不多嘛，总就是我基本上不是那么奢侈。衣服啥的基本上都不怎么太买，家里就是衣服有就是就是车干活的衣服，就出门有两件就行呗。像今天我这硬逼着我买双鞋花300多，说还心疼够呛你啊，心疼够呛。那你现在吧哈，攒点儿手里要能自个攒点儿，等着将来儿女啥的不就是负担就轻吗？那姨，咱们现在都靠什么收入？一个是一年种地哈，种地，种地能收入多少钱？大概我这些地吧，净剩也能剩个接近20000块钱吧。像卖化肥，去年能剩10000多块钱，今年就能涨1倍2倍的那样。我儿子也这回要走嘛，他要上南方，完了儿子还不放心，他总是不放心我在自己在这块儿。今天早上就整我这车那个备胎往下卸，跟我姐夫俩往下卸，就把我手指给我凿掉一块皮。这今天早上，给我找掉了，出老多血了，那正好丢掉一块带肉下来的，这都没有啥关系的，就是你疼了一会儿就过去了，还可以吧，这也是靠也靠不上，其实哪一个人吧都想找一个肩膀去依靠，但是我靠不上，都靠不上，没招儿。现在寻思到老了吧哈。总得有个伴儿，孤单哈、哦，一个是孤单，一个是有个头头脑叶的哈，你是不是身边有个人，拿个药哈，烧个水是不是、啊？你是不是都互相有个照应啊？要有个伴儿互相照应的哈，就是互相扶持的哈，这样式的能过度过这后半生呗。我现在就找一个吧，一个是身体好，一个是性格好，我可以依靠能也过点那种。小鸟依对那种啊，能有依靠，小鸟依人那种，因为我不用出去跑颠，有点啥事他还可以出去那个过就办了，最起码来讲就是那个后半生的生活费不能有得有保障。就是农村的，那你等他老了动弹不动的时候，你得有生活保障，没有生活保障不行啊。城市的也可以，但是他也得能接受咱们农村的那种。男嘉宾叫吕秀奎，69岁，上某县居住地辽源市，年收入30000多块钱，农村4间房，现在住儿子的楼房，两个儿子均已成家。我们具体了解一下。不，你挺年轻啊。都提辞了。比你给我们发那个照片瞅着年轻。叔，你今年是69还是69？69周岁。那确实挺年轻，这个岁数不能满意。你说怎么这么板着呢？小衬衫，然后这属于西裤啊，这是。这不穿了、平常就这种。平时也这样。平时也这样，还是知道今天相亲特意打扮了。今天裤子换一换。别的都正常。我看看，说这屋，这是你的房子吗？这是我儿子的。儿子的房子。但我儿子房我住多远都没事儿。住到死都行。行，叔，不用忙活了。来来来，不用忙活。大老远来的，这个是自己家产，这是小苹果是吧？自己家产特殊风味，这个我特殊风味我挺喜欢。也别切了，那两样就够了，这些别切了，说。我已经买了，我也没给他们准备水，我就准备这个。太热情了。这得20多斤。早市离这近吗？门口不是40一小时。然后拎回来的20多斤，就这么远一点。太客气了，谢谢你啊。随便吃啊，吃完了再切。这是产的，自个儿家的。啊，那我尝一个。尝，这个我和别说不一样味儿。你自己家的，搁哪儿种的？在我老家。老家在哪儿啊？栾树。嗯，我老家栾树的。栾树镇呗，辽源下面的镇。对，那边是农村呗。对呀。然后你有平房？这我儿子叫我来享受来上这待着。这是儿子的楼房。对啊，我家有平房。那你不和儿子一起住啊？我儿子还有楼。啊，这楼就给你自己住呗。对。啊，那你搁这儿住多少年了？住那有2年吧。原先给别墅了，没在这儿。啊啊啊！
你叔那一直不在农村生活啊？我原先给农村生活，后期倒是七八年了。这不孩子，我俩儿子嘛，让我享受享受，这条件比你农村好一点。对对对，嗯、你一个人搁农村，他也不放心、啊。是，对对。那农村的房子咋整了？现在闲着呗，就空着了。那还有地啥的吗？有啊，接近一场八九亩地。啊，那种不？种。我就是种地，你种啊？种地会种，收地会收。啊、哦，这一年连一个月活都干不上，就收个机器，什么事儿？都是机器化哈。都机器化，现在全机器化。嗯，那些地一年能收入多少钱？三万多斤苞米。啊，三万多斤苞米是多少钱？3万块钱。三万多块钱是？三万多块。啊，我不懂。你不种地，你不懂。这一片都是。围着这一片。哎，对，这都是。小豆、大葱、香菜、生菜、白菜、萝卜，那基本不用买啥菜。茄子那还洋葱呢，大辣椒。这现摘的，你看了没？那我尝尝说，这没太红啊。嗯，还也都熟了。哎呀，这么甜呢。到时候的。嗯，那你农村有没有圆的呀？农村我不整，全种大苞米，这个热就够我吃了，这都吃不了。你看这叔现在虽然住楼房哈，但是整的也像农村那个小院似的，让你收拾的还挺好的呢。还行吧。啊，叔，那你自己咱们有没有那个社保啊？没有社保。没交社保。没交社保。那前吧，家庭条件不好，我公儿子又上学念那个卫校。嗯。完了，儿子又结婚，俺家你婶儿呢又有毛病，说呢原先挺困难的，现在可以。那你说的那个什么60岁开支，那不是交的社保？那不是，那就是农村过60岁以后给一个月给100来块钱。啊啊！这我跟你说，咱不止那个。对对。起码我这么多年了，还有点基础。有点积蓄啊！行，老了留点过河钱是吧？经常出去做菜，不搁家。做啥菜呀？就是农村的一条龙，就是大席那种。对对啊啊，谁家那个有事儿有礼啥的啊啊。啊，你是厨师啊？嗯，这我活比较多。咱们做菜就是干净利索，哎，咱口感都公认的认可，所以说找我就多。干多少年了，说？干没有40多年吧。我17岁就开始干这行，那头年我还干了好几个，是2014年。嗯。啥病啊？结肠癌嘛。我们在一起生活35年，完了冷不丁走着也得接受不了。再说家务这块啥都能干，干啥像啥。就是说煮个鸡蛋，我不回都不吃。哪呢？岁数不能太大，对吧？这是你再个身体必须得好。有病。岁数不能太大是想找个大。那60来岁不能超过65，身体好没有毛病。我跟人都不能达到太完美。差一半就是互相包容、互相理解就完事儿了。看出来你再上，我看出来你再上。25公里吧。成绩真不错呀，姨。反正是总开，这玩意儿熟能生巧吧。那个饭店就是那个包桌的时候。他们大车进杯比这长，但是我就是给他们开车。香菜呗，这是。嗯，香菜、生菜、白菜、萝卜。然后叔自己，你看这不全是空地吗？啊，叔自己在那整个大园子。啊、哦、啊！种可多东西了。哎、啊，那儿了吗？啊，我看到了。忙活呢。啊，回来了。忙活呢，叔啊。还行吧。从哎，对，就从这围着这全是叔种的。往里去。嗯，挺好，挺好的。嗯，你好啊。哎、嗯，你好。你看人家住楼房，是然后还整个大院子，啊、挺好。嗯。那个介绍一下呀，介绍一下啊，你自己我姓关，我叫关艳华啊、嗯，我姓吕、嗯，叫吕秀奎，吕秀奎哈，嗯嗯，你好，你好，还过关啊啊、嗯，一看这个挺朴实，对对对，看着没，嗯、还挺实在。演员100分能打多少分？90分，那高分了，那10分差哪儿了？10分
得了解了解，这是刚开始接触的，是吧？对，演员行，嗯，过得去。啊，第一印象挺满意，印象也挺满意的。第一印象100分能达到？嗯，怎么也能达到90分了？哎呀，高分啊！啊，可以。你俩打的分都一样，给彼此啊。你俩那个都是老家，都是一个地方的。你是哪个？我是安顺长兴的。长兴不归遵义管吗？那遵义不并着吗？知道，原先是遵义。对，你是哪个村啊？我是成人村。啊，成人那我知道，成人那块儿我家亲属在那。谁在那？那个老鹅家。太给人了。你是几对？我是一对。我最近还往那边跑，就是给那个李万田家拉铁，就是那个安顺有个饭店。我知道。那你养啥车？我那小面包。我们刚才全坐你那面包车来的，啥车都会开，是啊，面包车，家里还有你那个叫啥了？那马扎了，就是那个趟地拉地的。那你挺厉害，我能事儿的。厉害了，嗯呐，过日子一把好手。女强人那可是，强也不强，就是没办法，要有人干我就不用干了。那你家还种点地啊？种了，一垧3亩地。耽误坐一会儿呗。行行，走吧，走吧，嗯，走吧，走。住家是一楼。啊，一楼好，因为。年龄一点大了啊，就不用上的高不用爬楼。那你高不高？有点高，比我都高。你是1米几？我现在不到1米7了，年轻才1米7。啊，那是现在四十二说了。哎，你这大个儿啊！我也1米7。嗯，你现在你没说呀？身大力不亏。对对对。是吧？嗯嗯。个头那年纪比我还高。身体挺好。原因啥呢？我干油活的，你也知道。干什么？油活儿。油活呀。啊，你那个做那种，就是一条龙。啊。做菜，你做菜你不就是油活吗？你就是那个不管婚外喜事都做那种。对。婚外喜事都做是吧？啊啊。办主有事儿的。啊，你做这个的。你现在还做吗？现在我不干了，儿子让我干。那我说，以你正常，你都应该见过叔，因为他就是没结过头，见着也能见着过。啊，对。你像咱妈叔这些做菜的，全熟。嗯，人家姨之前也在你们那个镇里，就给这些办事情的人开车啥的。啊，我看你这挺开朗的人。啊，男人性格反正。嗯，你俩都一个地方的，挺亲切哈，还挺有共同语言的。能谈一块去，挺这个默契，我有共同语言，他也是外边走的人。对，所以说咱们基本都是差不多，也在外边。晃悠的也是，踏实，这就确实踏实。在一个镇互相了解都还方便。我想他就在那个成人那块儿的，又说到卖化肥的，我这是陕西化学玻璃老板，他也能在那块儿，我长得也有点影响力。啊，你觉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？对对对，对，能帮助，能帮助。经济方面呢，我这一年收入呢就是3万多块钱，够咱俩花。你那多钱呢？我不干涉。你有多少钱就是你的。我呢，我现在种了1垧3亩地，天天卖点化肥。咱已经说到这儿了哈。你看你对我还有什么要求？你那个就是地出钱呗。你还有工资吗？我没有工资。啊。我没有工资。那么七招还了一份3万来块钱。俩人还不花了。不花。感觉人都挺好。人挺好。挺实在的，说话也挺实在的。这感觉还有下、下半句呢，怎么感觉差在哪儿啊？想问一下他那个，就比如说我们种不动地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什么保障呢？那种不动地，这个地不还可以包出去吗？包出去钱很少的。啊，他有没有什么保障呢？是这样，爷，叔可能刚才话到嘴边没说出来，但是上午跟我说了，就是这些年也有积蓄。那谢谢。所以这个。那我就不担心了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主要啥呢？就是说，咱俩认识之后，下步你想怎么走？还继续卖这个化肥呀？还是说，咱俩怎么继续去呢？这个化肥我是暂时还得卖，因为刚那个刚才起步，刚起步是后头才能越来越好。对，你看你挣钱我不反对。这个化肥也不耽误你俩相处。那是，这个我们说不反对，你身体好呢，咱才能挣点吃的。对对对，她是个女汉子。女汉子。那一进屋就说我是你个女，你是个女汉子。你喜不喜欢这种类型，或者说这种性格？我这样挺好，这样挺好。她不是像娇来娇气。对对对。挺朴实个人。
因为咱农村人找农村人，他这个挺匹配。那我比你大八九岁，你不介意？大九岁身体好，也不会不介意。现在身体是好，那那你后期不好说。后期不好，那就是那你就看你的一些运气了。嗯、对，你、这个呢，年龄你不介意？不介意。我的家庭状况和我的本人这，我就这说这一块，这你都告诉你了，这一没一点不隐瞒，都说了。哎，你要没有介意的地方呢，咱就是说。相处一段，留个电话号，行，行啊啊，相处一段时间，啊，磨合磨合。那然后我们就开车就走了，啊，那你俩就出去吃口饭，嗯、我们俩一会儿再说，啊，再说，行，你俩研究吧，啊，行，然后我们就走了，啊，行，拜拜，好了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啊，谢谢，好好处着啊，啊，好嘞，啊，一定一定，嗯、啊。好了，感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老铁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期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